你看范仲淹一生啊，以道义存心，以道义存心。范仲淹对于人的影响消失了没有？没有。所以我这一生啊，在念高中的时候啊，只读懂了两句话。第一句叫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人很奇怪，对那个文言文都没啥兴趣，结果突然读到这一句的时候，好像被电到了，就肃然起敬。但是后面呢，老师又没有讲他的故事给我，所以我呢电了之后，电压电流不够，又散下来了。第二个是呢，在《出师表》里面，孔明说的“鞠躬尽瘁啊，死而后已”，我又被电到一次。后来啊，又被电得更严重，因为呢，我去买了《三国演义》来看。啊，《三国演义》后半段演孔明啊，哇，非常感人，非常感人。看到他呢，连命都快没有了，还在为国家操心，还在把他的一些智慧啊，希望能够传下去。好，一边写字啊，一边咳嗽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一篇？有哦。结果他的士兵啊，端饭进来，他越吃啊越少，到最后连饭啊都吃不下。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啊，眼泪哗啦哗啦止不住，止不住。后来呢，我就想啊，我一定是那个送饭的那个士兵，不然我为什么对这一幕啊感觉这么强烈？哦，所以你看，圣哲人的风范呢、啊，是亘古流传，亘古流传。我那时候啊，我刚到海口，海口出了一个圣哲人啊，叫海瑞，海瑞啊，海瑞罢官呐、啊。所以呢，我就骑着脚踏车，骑着脚踏车。其实为什么那个一开始骑脚踏车呢？因为路都不熟嘛。你坐公车哈，速度太快了，骑脚踏车认路比较简单。就骑着脚踏车啊，到这个海瑞墓去。一进去呢，那个气氛啊，很庄严肃穆。看到两行字：粉身碎骨全不顾，只留清白。在人间，这一位圣哲人用其一生啊，演出了什么德行啊？八德里面最明显的是什么？廉洁，这个廉字。结果呢，我就去看他的这个说，他的一些人生的经历啊，刚好有一幅画是画呢他家里的情况。结果呢，那一幅画呢，他们家一进门啊，挂着两行字，两行字：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。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这两段话是哪一位贤人讲的？范仲淹呐，这两幅画在宋朝的时候传下来，而海瑞是明朝末年的官呐、啊，所以范仲淹用道义做出来的事啊，影响了多少人啊？不计其数啊！多少的这些清官呐、啊，都以范仲淹呐、啊、为榜样，啊、哦、为榜样。所以我们用道义做出来的事绝对不会毁灭，而且会长久流传下去。所以人生啊，
要走这种路啊，才有价值。所以文天祥说的，人生自古啊，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什么是丹心？沉啊。什么是汗青？汗青是史册的意思，历史。我们用我们的真诚心来写历史，写哪一本历史啊？写你自己的这一本历史。你所走过的路啊，有没有觉得很值得？有没有觉得呢？对自己啊，也很尊敬。再来，除了写自己这一本历史之外，还要写哪一本？哦，这位老师说的，为中国人写历史，来，掌声鼓励。太好了，都能为国为社会，为国为社会。从我们身旁当中，哪一些历史我们要好好去写？有没有在我们的孩子的历史里面呢，写下一篇很用心的诗篇？写下一篇呢，可以让他影响他一生深远人格的这一些教诲。这个很重要。有没有在我们父母的历史当中写下一篇我们孝子应该留下的痕迹？有没有在我们的另外一半的历史当中写下夫义啊父听的这一段历史？写下呢这个夫妻啊胼手知足一起共患难的这一段历史。所以这一句话不是只有文天祥用得上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时时刻刻呢能够对照自己的心啊去看，有没有用道义啊不断的在你的人生当中写下可歌可泣的历史。所以诸位学友，一个人做任何事情，他的态度，他的核心必须守什么？守住什么？道义，而不是守住什么？而不是功利哦。那我们请教一下，现在人做事，他的动机是什么？是吧？所以有没有遵循正法正道走路啊？好，所以你看。他们有没有得到大利益了？你看现在呢，什么都是功利。好，面对很多年轻人，你要叫他帮什么忙，他一定先问什么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所以这个功利的思想啊，整个呢，影响人非常非常深，非常非常深。所以啊，整个家庭里面都是功利色彩，功利色彩。一个孩子从小想什么都是功利的时候，那谁的危害最大？他会跟谁斤斤计较？对呀、啊，所以人算不如天算。有一本书啊，叫做《穷爸爸、富爸爸》，有没有人看过？这本书还是畅销第一名，畅销第一名。结果很多的家长啊，看完之后呢，马上觉得这个方法真好。上一次我们李老师啊，在讲课当中说的，见未真，勿轻言；知未毕啊，勿轻传。他去参加一场，也是有关中国教育的这个讨论会啊。演讲者讲完之后，底下的人都怎么样？哎呀，讲得真好，每一个人都赞叹。结果这个李老师一问，他有没有谈德行？他有没有谈孝道？根本都没有了。没有根的东西是不是真的？是虚的。但是你看，人有没有判断力？没有，没有。
所以啊，要有圣贤教育的人才有下对抉择的能力。那现在人都不懂，所以一看到西方哪一些书畅销啊，马上就拿来用了。所以有一个家长呢，回去之后开始用了，你只要帮我洗碗，给你2块；你帮我洗衣服，给你1块。你帮我晾衣服怎么样呢？通通呢，都列出来了。这个孩子突然从很懒惰变成什么？很勤快。都帮他做很多事情。他觉得有没有效？有没有效？症状马上解除，真有效。结果啊，有一天呢，他很累了，跑去呢跟他女儿讲。说女儿啊，你赶快帮我晾一下衣服啊，我太累了，妈妈要休息一下。她女儿说，我今天不想赚了。很多方法看起来好像解决了，遗害无穷。一个家庭难道是谈钱的地方吗？是谈爱啊，是谈付出啊，是谈责任的地方啊，哪是你来谈功利的地方？好，所以人啊，这个功利的追求，一定会激起他的什么呢？贪心。一有贪心，欲望升起来，理智就不见了，绝对会干出什么损人利己的事情。所以当他干出这些事啊，他的福分啊怎么样？折掉了。他的下一代啊又学到什么坏榜样。诸位学友，你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吗？你相信有多深？现在很相信，看到一个人你就忍无可忍的时候，你就不相信了，是吧？这个相信有境界之分。很多人说200万如如不动，1000万如如不动，1亿考虑一下，是吧？信心啊，定功啊，是有层次之分的。所以你是不是呢？遇到任何一种人，任何的人，你都还能够保持一种真诚的态度，这个就很重要。我有一个学生呢，6年级已经被4个学校赶出来了。小孩子啊，小学6年级被4个学校赶出来，记录怎么样？非常辉煌。然后刚好有一次啊，偷了导师啊将近20000块的人民币。其实啊，我在推测啊，他根本不是想拿20000块，他只想拿200块。那为什么会拿成20000块呢？因为那个钱是怎么样整叠的，可能本来想抽一张，然后呢整个都太紧急了吧，整个都拿走了。结果呢，刚好他在拿的时候啊，是我们学校那个这个同仁啊，先用余光啊看到他来了，结果刚好他去上厕所，结果呢还没进厕所，突然感觉不对，我这个同仁马上跑回去一看，钱被这个孩子拿走了，马上呢用他最大的嗓门。你给我站住！后来呢，隔天啊，因为呢要对这个孩子啊，让他有所警惕啊，还去拜托这个派出所啊，来吓唬他，还给他做笔录，希望这个孩子啊有所警惕。结果啊，他被做完笔录之后啊，很落寞啊，坐在那个楼梯口那里。刚好那一节课我没课啊。我就走过去呢，就看到他的背后身影，虽然没看到他的脸，有没有感觉到他的情绪啊？
觉得他情绪啊非常落寞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走过去啊，坐在他的旁边，缓缓的坐下来，缓缓坐下来。这个时候啊，要不要讲话？不用，人不闲，勿事搅，人不安呢、啊。这个时候你一坐下来，让他感觉你在关心他就好了。我就陪他坐了一下，30秒钟左右，他开口了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我很想死，我很想死。”你听到学生讲这样的话，要不要很紧张？你不要说：“哎呀，不能死啊！”当老师要沉重，要伺机而动，要当得很沉稳。你为什么很想死？他就说：“老师啊，都没有人喜欢我，他的情绪很不好，都没有人喜欢我。”这是要安抚一下他的情绪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福玉老师会讨厌你吗？”他摇摇头，因为啊，全校有两个老师对他特别照顾，一个就是福玉老师，一个是谁啊？蔡老师。你们怎么都这么聪明？但是能不能先说蔡老师会讨厌你吗？不能这样讲。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要含蓄，自己要摆后面，这是讲话的顺序啊。要先告诉他，福玉老师会讨厌你吗？他摇摇头。蔡老师会讨厌你吗？他没说话。把他平抚一下，人间还是什么有爱的。然后我就接着问他，我说人家为什么不喜欢你？你看呢，不只是跟大人讲课呢，我们常常要说把原因找出来，跟小孩讲课也是什么，也是一样嘛。人常常能把原因找出来，他的理智啊才能建立，他的责任心啊才提得起来。我说那人家为什么讨厌你？那个孩子都不用想，把他的罪状10大罪状都怎么样，自己都讲出来。我打人，我骂人，我怎么样、都讲出来了。那我就跟这个孩子讲，我说那你就不用打人，你就不要骂人，人家就不会讨厌你的。好，结果这个孩子啊讲了一句呢让我觉得很心痛的话，他说：“老师啊，我很想改啊，但是我改不了啊。”狗不叫，这个时候啊，老师给我的教诲，其中有一句叫“总在语言不同”，真的替这个孩子很惋惜。当我跟他聊完之后啊，回去一调查，他的家里面是怎么样，乱糟糟。一个孩子的本善没有得到好的缘分启发，那我就跟他约好，我说啊，你以后每天下课啊，到老师这边来，然后给他画一张纸啊，画成2半，一半呢叫做善行，一半呢叫改正的地方，每天来，今天做哪些好事来，今天做什么坏事，好事要每天在增加，坏事要每天怎么样，要减少，这个叫什么？功过。那因为啊，这个孩子说啊，说他要自杀。我想说呢，要让他知道，假如呢自杀之后啊，会有什么果报。所以呢，我去拿了一本《地藏菩萨本愿经画册》，当天下午我把他找过来。你看，你看，人假如不做好事哈，就会有这个下场。我就开始翻给他看，这个孩子看的眼睛怎么样？哇，瞪得很大。你说谎话要8舌地狱。我看完之后，老师这个可不可以再借我？我说没关系，你尽量看，借你回去看。结果过了差不多2天呢、这个孩子、到这个办公室门口啊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你一看就知道他要找谁啊？你们怎么都这么聪明？
好，你一看他的眼神啊，不好意思，但是就是要找你嘛。好，我们走出来还是很严肃的样子，因为老师不能没有威严啊。走出来之后说，有什么事吗？那个孩子啊，他的手呢，拿着他的手啊，捂住他的手臂，就这样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一个很壮的一个男孩，不好意思。后来啊，他就把他的手拿开，他在他的手臂上啊，画了一尊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所以啊，他这一幅画，假如画了半个小时，画了一个小时，请问他这个时间当中，他的心里面只有什么？只有佛。假如他有很多的机会，有这样的熏习啊，他的善根会怎么样？会一直往外跑，他就可于啊，去改过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让别人改过啊，最最重要的是我们有那一颗真诚的心，相信他可以怎么样变好。孩子从小啊，做不做家事啊，对他一生影响很大，一生影响很大。因为啊，从小孩子做家事啊，他会形成一些很重要的态度。我就分析给他听。我说第一啊，俗话讲“习老知感恩”啊，一个孩子没有去劳动的时候，他无法体会到别人劳力付出的时候的辛苦在哪里。所以啊，曾国藩先生就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他家的佣人再多，所有一些基本的生活工作，他的子孙都要怎么样？都要自己干。你让孩子去拖地，拖完地之后，他可能拖到一半，觉得腰怎么样？好，有点酸。他突然想到，我妈妈早上要起来做早餐，之后还要出去上班，上班回来还要煮晚餐，还要搞这么多事情，我才拖了一点地就怎么样？就累了。那我妈妈呢？一定怎么样？更辛苦。所以他那种感恩心怎么样？冒出来。我们在海口啊，这个有一个刘老师啊，他都趁着这个生日的机会点啊，给孩子说啊，生日就是母亲的受难日，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啊，好好孝顺父母。所以他的学生啊，很多呢，生日当天啊，都亲自下厨煮菜给他的母亲吃。其中有一个女孩啊，个子不高，他说呢，他要炒一盘炒黄瓜给他妈妈吃，结果因为个子太矮了，就搬了一个椅子啊，站上去，一站上去呢，这个油一倒下去啊，就怎么样，喷起来，他马上拿去拿了一个大手套，套在手上，不然会怎么样，会被烫到，手套套好了，把这个铲子啊，开始炒的时候啊，油喷的怎么样？更高了。所以呢，他灵机一动啊，就去找了他爸爸的安全帽，全副武装，对不对？把这一道炒黄瓜怎么样？终于呢，可以完成。完成后之后啊，我相信啊，他的内心一定会有所感受。做饭容不容易啊？而且他往后吃菜吃饭啊，会不会跟他母亲嫌东嫌西的？好，他知感恩知心了，他就能体恤啊别人。好，第二个，你让他劳动啊，才能养他的勤劳的习惯，勤奋的习惯。孩子从小不勤劳，长大了要勤劳，太难了，习惯成自然了。诸位老师，诸位学友，你看看我会不会做家事？啊，会，
谢谢你们不忍心伤害我。其实我是很无奈，因为我是长孙，又是长曾孙，所以我过去洗碗的时候呢，一定会惊动很多人。我过去洗碗的时候呢，我的奶奶马上怎么样，跑过来。我奶奶跑过来之后，我的妈妈怎么样，又跑过来。我妈妈跑过来之后，我两个姐姐怎么样？所以我是人在江湖，这个是错误的示范。宁愿成功找方法，我这是找借口，就是没有好好干。但是啊，人生很微妙，该你干的事儿啊，逃都逃不掉。你是要呢年轻力壮的时候把它干好，把它尽心造福，还是要等老年的时候才来逮命？那你就要自己选择了。所以人生啊，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缮，愈合待孤啊？强健的时候积福啊，你晚年就怎么样？就享福了。虽然我在家里没洗过啥碗，但是啊，当我去澳洲求学的时候，我一天啊要洗70几个人吃下来的所有的餐具，好，连那个煮汤的这么深的那个锅子啊，我都要刷刷刷。哦，做馒头一次要做800个到1000个，还要在那里用面。所以我从那里体会到，一个人一生要干的事是注定的啊，可不要偷懒。结果这个我在那里洗碗的时候啊，这个卢叔叔刚好走过去，突然又回过头来告诉我，看你洗碗就知道你太好命了。你看，真正有智慧的人一眼就把你怎么样看穿了，你有几两重都称出来。好，看你洗碗笨手笨脚的，真是太好命了。所以你看啊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真正有智慧的领导者，他要用什么样的人才？用这些勤奋做事负责的人才。当你在让孩子做家事，让他形成勤劳的习惯的时候，你已经在帮他的人生啊，立于不败之地。所以卢叔叔说啊，他去分公司巡视啊，绝对先看一个东西，就是啊，这些分公司负责人的档案，他的桌上的档案有没有摆得很整齐。卢叔叔说啊，连小事都办不好的人，我啊不相信他能办什么办大事。这个叫明白人。好，明白人。而这个习惯啊，弟子规有没有教？有。置官符有定位，勿乱顿是无悔。我们有一个朋友啊，他教育孩子呢，很能够坚持一些原则啊，所以呢，掌握了这个胜与死的功夫。他希望他的孩子啊，不浪费，能够呢，少用纸杯，少用一些纸类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纸类的东西从哪里来？物嘛，从树来，从树来。所以他叮咛他的孩子，出去外面的时候要带什么？要带杯子，要带杯子。这样啊，你少用一个杯子啊，就有树呢，可以不用被砍。所以呢，他出去外面的时候，都跟着他儿子一样，都拿了一个水。那刚好有一次啊，出外的时候，跟一些老师一起出去。那一个老师刚好拿了一个纸杯啊，正要喝。那个纸杯上面啊，还画了一些卡通。所以孩子一看到那个杯子，心里怎么样？就也喜欢了，就看着那一杯水。这个老师马上说：“来来来，给你。”孩子正要接过去的时候，父亲过来了，他说：“这位老师，我们自己有杯子，我们自己有杯子，不用用纸杯了，我们自己拿我的杯子喝。”
这个老师又说，哎呀，没关系，就一个纸杯而已，好，又要递给他。好，结果这个父亲就说，老师，真的，我们有杯子的。好，结果这个老师一看这个父亲的眼睛这么坚定，了解到是人家父亲要怎么样，要教育孩子。这个老师就退到一边看个究竟。好，结果这个孩子啊就开始闹脾气了，说我要喝，就是要喝那一杯，有点闹脾气的。好，那父亲呢也是很平缓告诉他，他说啊，父亲已经跟你讲过了，你少用一个杯子啊，可能树就可以不用被砍掉，我们要多爱惜树木。好，那孩子还是一样在那，父亲就很有一点严肃了，他说你假如不听我的话，还在这边胡闹，下一次就不带你出来了。孩子一听完马上把茶杯抢过去赶快喝水。好，你要坚持第一次，他往后怎么样，他就会觉得自然而然就应该这么做。但是你前面假如没有坚持，那你教导他的这个原则跟教诲就会不会烙在他的心中。所以我们爱惜物命啊，也从生活点滴当中去提醒。在这个善当中啊，力量最大的是什么？笑。笑的力量相当大。台湾啊，921大地震，921大地震，在9月20号的时候，有一个艺人啊，叫许孝顺，有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？有没有人见过他？都没有，都主持一些节目啊，带给别人欢乐。刚好啊，那一天他去拍节目呢，拍飞鼠，拍这个南投集集一个地方啊。有很多飞鼠出现，他去拍这个动物，结果呢，当地的这个原住民啊带他上山，也带了一些他的工作人员一起上去，结果一上去之后啊，到了这个地点一看哦，一只飞鼠也没有，最多飞鼠的地方一只都没有，原住民觉得呢情况不妙，赶快下山。其实啊，大灾难来的时候啊，动物都怎么样？都感受到，只有一种动物感受不到。你们怎么都知道？我还要想一下，你们都知道了。欲令自明，人的欲望太强，所以很多本能的能力啊都不见了，所以都死的不明。结果他们赶下山的时候才到一半了，921大地震就到了。921大地震啊，诸位学友，地震是怎么震的你知道吗？怎么震？一般会觉得这样是吧，左右晃。921大地震是上下晃。我有一个朋友当场就在集集，他说啊，那个921从镇央镇过来的时候是什么情境呢？是轰轰轰，你就听到那个轰的声音，一声一声这样震过来，上下震。所以经历的人都觉得很恐怖，就这样上下震，上下震。节目当中啊，哇，哭得很厉害。他说啊，我是希望啊，我这一生啊，尽全力啊，带给别人的欢乐。我们听起来啊，觉得他的发心怎么样？很好。但是啊，他不明理，怎么让一个人真正快乐？要破迷开悟，这叫根本，给人家安乐。他们艺人觉得呢，让人家笑一笑就是什么？你笑了2个小时之后，
回过头来要不要工作啊？要不要照顾小孩啊？还是要嘛。假如烦恼不减啊，不可能真快乐。结果这个许孝顺呢，讲了一句话，我终于明白啊，他为什么可以逢凶啊化吉。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当我还有一杯白开水喝的时候，我绝对啊保证我的母亲啊有一碗白米饭可以吃。孝啊，感动你。所以孝啊，这个善的力量真是非常非常大，能够让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危难当中啊，都可以化险为夷。所以我们要切记啊，行孝不能等，行善不能等。我们古人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甜如蜜啊。为什么甜如蜜？为什么好得不得了，每天要找你出来喝酒，喝到三更半夜，一醉方休？为什么啊？是不是为你着想？为什么？他长期的铺线，为了什么？达到他的目的啊。等达到了之后呢，就翻脸不认人啊。所以我们人哈，要识时明啊，要看得清楚。那为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呢？君子以道义相交啊，以德行相互勉励，所以绝对不会啊整天跟你腻在一起，因为他知道你是为人子，你是为人父，你是为人师，好，你有很多的职责要去尽本分，所以呢会互相叮咛，互相提醒啊，我们该回去了，给孩子当好榜样，好，回去多多奉养父母，所以才会淡如水。而这个淡中啊，有真味，真正朋友之间的情谊啊，在这个淡中啊，会越陈越香。好，那在这个信义啊所得到的大利益当中啊，我从卢叔叔身上啊，我也听到了一个故事。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啊，做董事长啊，已经做了二十几年，很有才华的一个企业家。这个企业家经营了一块啊森林游乐区，啊，整个山头都是他的。但是他人啊很仁慈，在开发这个森林游乐区的时候啊，很多树木啊都上千年。一棵树木上千年啊，砍下来可以换几百万的台币，啊，几百万。然后那个树藤啊，藤树啊这么粗，所以它那个森林里面含有的芬多精啊，在台湾是数一数二的。但是由于他经营了十二年啊，都亏钱啊，很多的商人都开始怂恿他，你就砍吧，砍了你的经济就解决了。砍不砍？哦，他做到了凡四训说的爱惜物命啊，不忍心伤害这个大地里面这一些大树，这一些环境。结果由于他亏了十二年，这一份心啊赶来了卢叔叔对他的支持，所以卢叔叔已经退休了。这个卢叔叔他从二十九岁啊就当总经理了。他这个总经理啊不是自己给自己挂上去的。我们台湾呢有一个说法，说这个一个商店的招牌啊掉下来呢都会砸到一个总经理，代表什么？多的不得了。好，但是他这个总经理不一样，是两排的股东排排坐好，然后呢
一个一个问他，企业假如遇到什么问题，人事假如发生什么变动，你会怎么处理？他必须这样一一作答，作答完之后，股东开会，可以才用他，所以他的职位叫专业总经理，用古代话讲叫空降的元帅，这个军队不行了，派一个空降的元帅怎么样？从头管理起。诸位老师，这个难度高不高？你去的时候旁边有没有左右手啊？这个时候你要凭什么能够赢得一个企业一个团队的信任？你用什么方法？你要什么办法？这个是高难度。所以这个卢叔叔啊，例行的中庸的道理，取人以身啊，你要取得人才，取得别人的信任，要靠你的修身功夫啊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人，这个人就是你的举手投足点点滴滴啊，都能够关怀到你的属下你的员工，这样才能不断的提升别人对你的信任。这个卢叔叔啊，说他在管理一个餐厅的时候啊，自己呢脱下西装啊，两只手卷起来，不是啦，两只手的衣服卷起来，去洗啊。这个动作啊，有很多要妙处哦。这一些在厨房里的这些员工对他怎么样？非常亲切哈，觉得你看，连这个总经理都下来帮我们洗碗。还有，他们会对总经理怎么样？刮目相看，总经理洗碗洗得比我还要好，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在赢得人心，赢得人心。所以这个难度很高啊，难度很高。那卢叔叔呢，做了20多年的专业总经理，其中啊，曾经到天津接管了一份工作，就是雅马哈的总裁。雅马哈是生产钢琴啊，生产这些摩托车的零件，所以他的能力啊特别好。但是他坐在我旁边，我有没有认出来？这个叫有眼啊，不是泰山，所以人哈、要赶快开慧眼，不然会错失很多好机会。那他已经退休了，不再跟人家当专业总经理，但是由于这个老板的诚心啊，那种爱护万物的这份心啊，所以他呢重出江湖，而且不拿他一分钱。所以这个 董事长觉得莫名其妙，经商20多年没看过这种人。结果就在他的辅助之下，他的人事布局啊开始快速变化。他一开始呢就跟这个董事长讲了一句话，你请了这么多的人，是你用他，不是他们来用你。你请这么多干部呢，然后呢每一个人你都要去应对，那你会累得半死。所以呢你请这些主管是你用他，他们来跟你报告，他们来跟你报告情况，你把工作分配给他们，而不是每一件事你都去插手，你会累死。由于人事的变化，公司的营运也开始有进步。然后更巧的一件事啊，是从日本啊，因为东帝市要盖房子啊，拿了一个挖地基的材料，可以挖到很深很深的地面下去。而这个材料来的时候啊，刚好东帝市出现经济状况，也就不用这一套器材了。结果呢，卢叔叔跟他建议啊，就拿这一套器材啊来挖温泉。好，本来是要给东帝市的，后来呢，这个没有用啦，就把它低价买过来呢自己挖。结果往地下一挖，挖到温泉，挖到温泉，一个森林游乐区已经这么美丽了，又有温泉，生意会怎么样？马上兴旺。第13年所赚的钱啊，把前面12年亏的怎么样？都赚回来了。
但是鲁肃师告诉他，守成不易啊，人在最高峰的时候特别怎么样，危险。所以你看啊，一个人飞黄腾达，旁边没有贤臣辅助啊，真是危机四伏。好，所以你看，这一个企业家也印证了一点，天道无轻啊，常与善人。这十二年是老天要考验他的什么，他的诚心啊，他是不是真心诚意啊，要维护这一些生命。由于他是真心诚意啊，感得这个结果，感得能够啊有这么贤良的人来辅助他，还挖到温泉，开了他的财源。所以事实上啊，立身行道的根本啊，在你的信心。你有信心啊，你能理解，你能力行啊，你才能印证这个道理啊，真实不虚啊，真实不虚。